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喜欢吃肉。那他吃笔啊、嗯？小孩不是最喜欢吃那个笔了吗？是啊。那我都跟他讲说，你改吃素的。那去快点啊！不是肚子饿吗？你们除了 APP 以外，就是另外白莲还有正职吗？现在没有，以前有。哇，所以你就是完全SOHO族这样子。我们以前都在电子公司啊。哈哈。对啊。你应该是因为他就是要带他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哎、欸，他其实